外红宝归国，周日一早班机搭配信众到机场来接机。信徒齐聚机场迎接海外红法归国的连声活佛，欢迎口号此起彼落，还有人用唱的。除了亲自接机，还有接受过帮助的小朋友制作感谢卡片，表达感激之情。感谢黄瓜功德会的叔叔阿姨以及连声活佛，谢谢您们平常来青山帮我们义诊、推拿和义诊。在台湾，连声活佛创立华光功德会，扶弱济贫；卢盛燕布施基金会更是长期与国际非营利机构合作，在全球协助弱势。今年那个台南大地震，那么也捐款给台南市政府。台东的这个台风啊、这个去赈灾，我们也在做。迎接2017，连声活佛也期许台湾的经济能够成长，让人民过更好的生活，而他也会继续做功德，为这片土地祈福。记者陶宇。